十六歲以下呢個組別嘅決賽咧，都可以話係今日如果睇分數嚟講最緊湊嘅一場，因為最終啦喺第四節嘅最後2:8秒啦，大家都唔敢講邊隊會贏。咁結果咧即係61-61分勝負。雖然在決賽裏面未能夠勝出，但表現我想都令到我個人看完整場球的感覺都是很佩服的，我們給掌聲。